首先来看下锂电两用黄油枪吸油效果。吸满散装黄油后，我们来看下打油效果，很好，出油量也比较快，比较高。然后我们来看下我们的枪管如何两用的。首先，我们取下我们的枪筒。它是打散油的，基本上打散油的。我们用为了拍摄方便，我们拿了两根一模一样的枪管。打黄油弹的时候，我们把拉链拉到尾部固定，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黄油弹拧到我们的枪头上即可。枪管是一样，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装上去。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两用枪筒装上去，即可开始操作打油。要开始打油的时候，记得把拉链放回桶内，然后把拉手吸附在后盖之上即可。由于我们的枪筒是两用款，拉链放回到枪筒内的时候，可能会出现一段空气在中间压不下去。这是因为我们的枪筒密封性极佳，只要把枪筒螺纹转开几圈，让里面的活塞与黄油弹接触到后，然后把枪拧紧，即可开始正常操作。如果是经常打黄油弹的客户，可转开后盖，取下枪筒内的黑色皮圈，把活塞装回枪筒内，即可取消拧螺纹的问题。